现在我们休息。会期刚开始不到五分钟，民众党团秒开战，举牌杯葛，而后头的行政院长朱荣泰无法施政报告，面带尴尬笑容，还数度想捂起耳朵。民将立委赶紧救驾，但分头包围，还有隔壁 NCC 代理主席翁伯宗、吴春成跟林义军举牌包围，但只见翁伯宗淡定，面无表情，看来这架势还不够。马上来个蓝白合，除了坐在位置上拍掌，双方更是一同高喊口号，瞄准对象非常明确。民进党立委再出手，一场内就像菜市场，双方比拼谁音量大。只是在同一天20日下午要宣判死刑，是否是合宪？我们就是一个社会共同的标准。那现在我真的不宜多说，我们只期待社会能够平和，但无论如何，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跟作为绝对不会放松。我想我们不做任何的一些的这部分的，我想我们有成立那个应应小组哈，那我想会研判各种可能来做适当的措施。都说等结果再说明，但若判违宪，等同宣告我国废死，朝野地位态度明确。我们一定会有大动作，因为台湾八成的民众事实上是完全反对废死，一定是尊重大法官嘛，好。那等三点钟以后，我们看事件本文再怎么再讲。台湾民众党党团会发表正式的声明，表达我们的看法。新会期第一个攻防战，朝野间看来磨刀霍霍。TVBS 新闻董俊延伸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